好 ，smooth 一点，什么意思？就是欢喜甘愿啊，欢喜做，你就要甘愿受。来，本来说保定10:30，柯P这边就要出来开记者会，但现在可能需要再给他们一些些时间，因为柯P已经先告诉大家，他是亲自出来跟大家说分明，到底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那他有先跟马办这边讲啦，是因为他手机关静音，所以呢，在晚上他没有接到电话，但是他自己心里头应该是已经有想法，因为上午呢，他亲自告诉萧旭晨。说不要说破，阿伯再给我一些些时间。但是当然，这个再一些些时间，其实呢，我们就要请教淑慧了哈。原因是因为刚刚看到了两党的秘书长、副秘书长站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对于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提问。那这里头呢，最多的当然就是民调啊，就是他们现在已经进到里面要做所谓的政党协商。那这个民调。现在啦，在这个节骨眼这个阶段，已经吵到网络上，我看已经炸锅了。那后续要怎么样？真的把这不能说它是一个经过，但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小小的闭嘴。那这个之后要怎么处理？我觉得现在有一点点难处理，而且有一点点难 smooth 了。昨天是谁？把一些资料，或是说凌晨，我不知道哦，谁把一些资料先独家出去？然后跑出一个标题说国民党让6%，然后接着让民众党很多支持者炸锅，这一些都会有埋下一些地雷炸药了啊，所以现在会变成说哈，大家都很骑虎难下。如果说今天最后政党协商还是柯副的话，民众党支持者就更不能。接受了，因为传出一个让6%这个数字，但是明明就是没有嘛，好就没有嘛，好那让又传出说什么国民党假洋告稿，这一些情节的铺排，都让这整个结论很难 smooth， 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这些大人要怎么做？是好，我们现在看到在科办的现场哈，柯文哲已经出来了，在他的右手边坐的是黄珊珊。那在刚刚马办这边也讲了，昨天晚上呢找不到柯文哲情况之下，在柯文哲阵营这边，他们要求是不是我们就直接打给黄总干事？所以最后定夺说在昨天晚上的这一场会议当中没有签名决定的是黄珊珊。那在刚刚呢，我们也看到在国民党这边，他们有一些的说法出来，他们认为啦。柯这边好派主战派的出来谈和，那这样是要怎么谈？双方已经开始有了一些的更多的说话的方式，以及看得到双方现在都有情绪，那要怎么样把这个情绪先按捺下来？特别的是支持者现在其实心里面有非常多的情绪，怎么样把这一股的氛围按捺下来，让事情可以比较平和平顺的进行。今天上午呢，柯文哲他又表示他会亲自出来跟大家说明他们的立场，以及刚刚他在 IG 上头也做了一个民调啊，说呢大家现在是要让3%还是让6%？他说呢，在今天呢，他也会来跟大家讲他们的处理的方式跟立场。那当然，今天上午的这场会议也是柯文哲呢，他主动表示他会自己出来的，同时呢，他也强调。再给他一些些时间，他还是希望为了中华民国能够把这个蓝白河能够贯彻到底，只是到底有没有办法贯彻到底，他的支持者目前他能不能够按捺下大家各方的情绪，当然就必须要来看柯文哲他现在要怎么样来开这场记者会，怎么样来跟大家说理清楚。那在整场的记者会当中，关键点呢，应该就还是会在于这一份民调，也就我们刚刚呢一直在这个画面上所呈现的蓝白目前说要引用的6份民调，到底这6份民调现在科办这边是怎么样来看？同时呢，昨天晚上他们有说先搁置了国民党的3份民调，目前他们如何来做决决？我们现在看最新现场。3份的民调，而这些详细的资讯稍后会由我们的民调专家来向大家解释。那么在排除了这3份的民调之后，三方的专家开始聚焦在这6份民调的讨论，我们来看一下是如何进行比较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趋势汇流的这份民调，最后专家们有共识的是在手机跟市话都有取样，这样子的民调才能够被纳入取样的范围。所以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6份民调，全部都是有采用市话跟手机比例的这部分呢，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是50%50%，或者是70%跟30%。那么当中您看到 V
的意思是，他采用双底册，都有采用视话或手机，可是比例没有被呈现出来，所以这一格的 B 是这个意思。好，接下来我们如何进行比较呢？由于这场选举，我们要整合出最强的总统跟副总统的候选人，所以这个组合非常的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比的是赖萧的组合，所以我们主张是由柯侯对赖萧先去做一波的比较。以趋势的这一波来看，柯侯是48.3%，而赖萧则是39.2%。我们先将48.3减掉39.2，会得出柯侯领先赖萧的差距是9.10。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较，也就是侯柯对上赖萧的比较。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46.1减掉41.6，差距值是4.5。我们最后要比较的是，到底是柯侯还是侯柯才是最强的组合？所以我们最后是将9.1减掉4.5。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产生的差距，比较合理的差距是最后呈现出来是4.6的这个数值。好，到这边各位观众还有各位的现场的记者朋友们，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抽样误差根据每一份的份数会有不同的数值，它不是绝对的三，它是根据这个抽样误差值会产生，因为你的份数不同，你的误差值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刚取得了差距的差距之后，柯文哲主席他主张的是，只要是在误差范围内的，他都愿意礼让，也就是就算他赢了三，也等于是他输了，所以他会礼让给侯市长。所以我们将4.6减掉误差范围2.17，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正的话，柯可以得一分，这是依照当天的这个六点协议所的原则所产生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下一份民调，联合报双方的差距是平手的，是零。所以呢，既然是零的话，因为柯主席他主张礼让，所以这一份是侯市长得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份大地所做的，由静电视所发布的，我们的领先虽然是1.9，绝对的差距有1.9，但是扣掉了这份民调的误差范围接近三，把1.9减掉2.94，最后呢，我们是输了，变成礼让侯市长一分。我们接下来再看到竞争力，还有 TPP 内参跟国民党的内参的民调，最后会呈现出这样子的数值，也就是说，在柯文哲礼让了侯主席之后，侯市长之后呢，最后呈现的是3-3的结果，也就是平手。不过最后，由于国民党主张说这样的误差范围，他们所无法接受，他们认为的误差范围不应该只扣掉2.55或2.98，而应该乘以2。所以，即便是在这份民调，我们就以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民众党的内参民调来举例。我们原本的绝对领先值是5.3，如果按照三这个礼让的原则的话，依照我们的版本，柯文哲得一分；但是如果依照国民党的版本，侯友宜市长得一分，也就是我们礼让了接近6%之后，会由侯市长得分。因此，最后会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一个是礼让了3%左右，最后的比较是3-3。但是如果是按照国民党所主张的礼让要到2倍来计算的话，最后会变成5-1。那么最后呢，在专家的会议当中无法得到共识，因此昨天在将近应该是说今天的清晨接近2:20左右的时候呢，最后是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因此散会。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的更加明确的解释还有更加的专业意见，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委托的专家关志宇，谢谢。好，那各位这个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好，包含这个网络上的看直播的朋友大家早安。好，那我是求真民调总经理关志宇。好，那我大概说明一下昨天我们在专案会议进行的过程。好，那其实专案会议进行的过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针对原则性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没有去针对各份问卷去做逐一检视。好，我们认为应该先建立问卷审查的原则之后，再来去
如果有争议再去进入每一份问卷的讨论。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对于问卷采集的这个采用的方式，好，那我们提出的是这个我们认为好这个这样子一个调查，它应该要这个调查的方法除了做市话调查之外，也应该要包含手机。好，那为什么要做民调，为什么要做手机调查？好，那我们可以发现的是，其实我们根据 NCC 的这个资料，好，我们可以看到 NCC 有些的提供的资料，在台湾我们从这个106年开始，好，这个每一年是用微手机族，就是他们家里面好是没有装室内电话的，或者是他家里面有装室内电话，但是平常好，其中有一份好这个民调，他是做那个手机简讯的方式来去做调查。好，手机简讯的方式，他用手这个调查，他的执行方式是你要先去网站上登录他的会员资料库，成为他的会员之后，当他有调查的时候，他会发一个简讯给你，通知你说现在有进什么调查在进行，如果你填答回传问卷，你可以有100块的商品卡可以抽奖。好，那我们认为这样子一个方式，好，它是让受访者他不是主动而且随机的来填答这个问卷，好，他是这个他不是被动好且随机的来填答问卷，我们认为不符合上面的标准，所以应该剔除。但是对于这份问卷，国民党代表的看法是暂时搁置。好，那另外一份呢调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举出的是这个其中一份单纯做市话的调查，那这一份呢是这个由东森这个新闻发布啊舆情指标这个公司执行的一个调查。那这份调查有什么问题呢？好，我们姑且不论市话的覆盖率多少，好，我们单就这份问题讨论。如果大家可以有兴趣看这份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一份的市话调查的60岁以上民众比例高达51%。好，那20到24岁的民众在这个调查样本里面只占了1.24%，也就是说它的整个调查的结构啊是非常的这个偏颇的。好，我们认为这样子一个这个调查，它不应该作为好我们的这个是否决哪就是是否可以啊作为我们蓝白合的民调佐证的依据。好，这也我也认为这个是在昨天场会议的专家功能必须去负的责任，就是我们透过什么标准来去选择什么民调可以纳入评比，这个我觉得才是专家会议的功能。好，所以我们主张这一份不应该被采集，连采集都不能采集，但是国民党不同意，国民党认为说有争议就暂时搁置，等到后来算分数，如果这个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这一份可不可以采纳。好，那另外一份问卷，另外一份调查，我们认为不应该被采纳的原因就是这一份，好，好好听传媒发布的这个调查。好，那好好听传媒这个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从民调透明百科计划这个标准来看，这个调查内容它公布的其实并不完整，为什么？因为它只有新闻稿。他提供的是新闻稿的一个呈现，他里面并没有去交代说我的这个样本调查完的时候，我的样本分布是怎么样，我的20到24岁、20到24岁、25到等等的年龄层，啊，他回答几个样本，加权后这个样本膨胀了多少，减少了多少，他没有做这样的交代，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样子一个调查内容也不应该被采集进入，啊，但是国民党依旧是不同意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认为是昨天的内容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一个原因，好，就是对于要采集哪些的问卷是没有办法有一致性的共识的。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刚刚我们发言人提到的这个分数的计算。好，其实根据这个10月15号的这个好这个蓝白的二次会议里面的3点的这个的共识或协议上面，我们来去计算出了这个版本。其实昨天一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提出的8份调查里面，根据国民党的算法，
八份调查全部都是侯科配胜于柯侯配，也就是说国民党认为在八份问卷里面他们全部都是赢的，所以他们是完胜，就是这个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经过不同的指标范换算之后，国民党从原本的8-0变成，不管是变成我们主张的3-3，或者是国民党认为应该是所谓的5-1，我们发现当你有不同的标准来去做设定的时候，它的这个点数的计算就会有不同的结果。那这样子一个没有办法，就是它是一个变动性的这个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不适宜作为这么重大的蓝白合的一个决策依据，所以我们认为这一点上面也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好，基于以上两点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们昨天对于会议的结果就是这个双方缠斗到半夜2点，好，那就是大家今天早上看到的结果。好，以上是我的说明，好，谢谢。好，谢谢关总的说明。那么接下来呢，针对这一次的这个民调专家的会议，那么柯主席他的意见，我们现在就先请柯主席上台。好，你们要不要？不用，这样。你们就好，各位记者朋友。在今天哦，台湾有超过60%以上的民意啊，期望政党轮替。特别是我这一个月啊，在环岛之前啊，到了中南部去，我发现那种人民渴望变天的这种期望，非常的高，甚至那一种对新潮流的痛恨，你知道，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很高涨的程度了。那也因为这样才有后来的这种蓝白合的这种考虑，不然的话，每个政党按照它的主体性大家去努力就可以。只是说我们实际看状况啊，不管怎么样，赖清德还是有30%的支持度，那所以如果再不整合的话很容易输掉。那也因为我们在选举上还是要考虑人民的一种期望，这样，所以才有这种蓝白合的这种故事。那事实上，从半年前，主要还是国民党自己先提出蓝白合的要求。那一开始我说要蓝白合也可以的哈，但是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公平的方法来比较哈？那不然我们对双方的支持者都很难交代。所以一开始哈，我就说来3场辩论以后比全民调，结果他们也不敢辩论。啊，后来说好了不辩论，那就直接比全民调。他也不要，啊，后来我说打了让3%，全民调让3%，他也不要。那后来他们就提出什么柯侯配、侯柯配。其实我们观察这半年来的民调数据，你知道如果是 1-to-1，你知道，柯对待，跟侯对待，这差距非常大。应该大部分如果 1-to-1，柯对待都是赢的，侯对待大部分都是输的比较多。那所以国民党希望说，好，既然要合作，就是要绑在同一张选票上面，所以才有那个说，好，我们现在用柯侯去对赖萧，或是侯柯去对赖萧。其实当两个名字都换在同一张选票上的时候，已经对我们的老百姓有时候已经会有抹平的作用那所以事实上他会把那个差距变小。那所以那一天在马总统的那个见证之下，在谈判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说，好了，既然虽然已经是，我也明明知道说柯侯对待萧跟侯柯对待萧，这个差距变小。但是我想到说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政党啊，所以我也同意说，在朱主席的这个游说之下，你知道我也想说好了，那如果是统计误差范围内，我还是愿意这样。因为我这个决定，你知道我们这个竞选总部的人，我们这些助理的幕僚哭成一团，你知道甚至外面的柯文也是义愤填膺。他认为说，今天就是比较为什么要让？不过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呼应人民的期待。那我后来我也同意了这个，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比赛。那我就按照那个规则嘛
11月7号到11月17号哈，那可以用的民调有这上面六份，其实很清楚，你知道，如果柯侯跟侯客来比较，你看这一排，几乎全部都赢了，除了那个最深蓝的那个联合报哈打平以外，其他柯侯的这种组合都比跟对代销的组合都远比侯科对代销的组合。那这样啦，因为一开始我说如果在误差范围，我愿意让，所以让3%可以。但是昨天晚上那个要求的时候叫我让6%，我坦白讲好了，今天不是要赢柯文哲，今天是大选能够赢过赖清德。真的大选的时候，赖清德0.001%都不会让你。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是这样的，如果让3%，好，那这个就3-3，好，我们可以是不是党对党再协商？那你说一开始就要我们让6%，这个坦白讲，这已经超过一般人民的常识了。那所以是这样的哦，再也整合，我觉得还是必要的。我们在想办法再也整合一下，找出一组最强的候选人，你知道哈，来赢得选举哦，这才是我们的目标。那所以我们还是期望说可以跟国民党继续协商的哦，但是不要要求我们让6%，然后叫我们自己弃械投降。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跟我们的支持者也没办法交代。让3%都已经大家气成这个样子，让6%，这哪有办法？这个连我觉得这太强人所难哈。所以大概今天就是这样跟大家说明。不过我还是期望再可以整合的，因为我们在呼应哦人民对于那种政党轮替的期望。好，谢谢大家。好，我想接下来就是媒体朋友们最期待的媒体联访时间。有媒体朋友要提问的吗？喂，主席你好，中天提问。第一有两题，第一题是说，刚才萧旭晨就有说，当时马英九见证协商的时候，他有跟你说明说，统计误差就是正负3%，然后他也说你认同。那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意思是说，他们所谓的3%就是说正负3%，但这边你们的3%好像是正负1.5%，那这个差距到底是怎么样？你们认同是怎样？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吗？那另外还有就是当时的谈判过程到底是如何？这是一样的哦，这叫常识嘛哦。他说什么正负1.5%，反正就一句话，就说我赢他，如果在3%以内，我算我输了，我还是让你。就算我本来赢你，但是赢没有超过3%，我让你。他现在是要求我说我们赢，没有赢超过6%都不算了。这个你要跟这个，你觉得这可能吗？这个还有一点呢哦，今天如果要赢柯文哲6%以上，才能够当总统候选人，我认为到大选不会赢，这直接崩盘的。那至于说什么马总统也不是统计专家，总会跟我讲那个，不会的。那另外主席。人的选举，还有行政院长，还有这个组阁的问题，这都是合作的范围啊。所以对我来讲，你知道，其实今天唯一会有争议的是总统的这个组合嘛。那我的立场很简单的，合作的目的是要赢得大选嘛。哦，不是赢，所以不是只赢柯文哲嘛。所以你赢初选不能赢大选，没有用。这是我的逻辑。啊，但是这样的啊。蓝白合哈，有合作的合，也有那个和平的合。这蓝白合这一定没有问题嘛？哦，大家彼此哦和谐这没问题。合作也是这样的哦，争取最大的合作范围嘛。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其实在所有的方在各个层面的合作都没有问题啊。今天为止差一个，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哦，其他的都 OK 的，还是要继续合作啊。至于这个总统的选举，这个我态度这样的哦。我们还是愿意继续协商嘛，只是说，还是那一句话，我们是要赢得大选的，不是要赢得初选的。如果你要赢，要人家让6%以上，作为合作的基础，这个你就算赢了柯文哲，你到时候大选也赢不了了。东森，
主席，东森这边想提问两题，就是说刚有媒体报道说您有跟萧旭岑有通过电话，那电话中的内容可否跟我们透露一下？那后续还会有这个针对误差范围的讨论空间吗？因为毕竟下周就要登记，那期限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能够协调政党协商哦，还是越快越好了，这没问题的哦。我想还是一样嘛哦。既然政党轮替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期望，还是要符合人民的希望嘛，这第一点。那我们愿意协商嘛，哦，不是说啊就破局的，我们愿意继续协商嘛，就这样。那至于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主席，那我们想再问一个，就是说萧旭岑刚有说他昨天晚间在谈判有问题的时候有打过两通电话给你。我跟你讲哦，昨天晚上12点我就开静音去睡觉了，手机开静音去睡觉，我就知道说太烦了，不想听了，我就关机去睡觉了。我早上起来发现，哦，从那个12点到今天早上6点，怎么那么多电话吗？好，台视频您。主席，这边想问哦，因为您今天早上跟萧旭岑那边打电话是说，如果没有合作的话，破局中华民国就会完蛋了。那现在您还有独立参选或是破局的选项吗？所以这样的哦，每次说哦，不到最后关头哦，不轻易放弃嘛。今天还是那一句话的，这个从头到尾的逻辑都一样。我们是要赢得大选的，不是要赢得初选嘛。你说让3%我已经很勉强了，而且已经被我的幕僚骂了一团。你叫我们办6%，这个我怎么干下去？那另外想问一下珊珊总干事这边哦，昨天是有要求说民调专家不要来签字，不过是被这国民党的代表呛说不想合作的话就有100种理由。那您还会支持主席独立参选到底吗？我想昨天晚上是因为他们的文字上面是要3位专家认同误差范围就是5:1，这一点当然不能签字，这是我的决定，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如果要专家去认同说这个误差范围是5:1，我想今天的观众不会坐在这里。我们的立场很清楚，一个公开公平的机制才能服众，才能像主席说的，我们要打赢的是大选，所以重点是怎么样建立这样的机制才是最重要的，正直诚信才是最重要的。主席，进电视提问，想问一下说，因为明天就是板桥的誓师大会，那原本是说明天就是会来公布副手，那现在还是会按照原定的计划来公布吗？那以及说因为上次您近期跟郭董在见面的时候，好像是有跟他提到说您对于蓝白整合这块有点后悔，然后是不是希望郭董来等您？那接下来是不是在那个科郭合作这一块还有希望？是这样的，蓝白整合我的态度是这样的，讲的就算数嘛。所以当时说统计误差范围内我可以让你，其实我当时心里面想说好了，让3%算了，单单这一点就可以让我们的发言人哭了他半天，你知道吗？是这样的哦，所以，但是这样的，我觉得当时我想法讲的就讲讲话已经算话了，但是你不能现在叫我让6%，这实在太奇怪了。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如果再也要整合，要全部人整合了，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把谁排除，所以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实际上我在跟国民党谈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开始就说啊，先把郭董排在外面，我们搞定再来处理。我觉得是这样的哦，不管怎么样，郭董还是有7%到10%的实力，他真的硬选到底，再也不容易赢了，所以应该是要把能够到大家坐下来谈。我觉得是这样的哦，一个比较公平的那符合一种程序正义的这样来谈啊，我想其实都如果大家都秉持这个原则，合作是可以做的。你不要一开始就，如果你是叫我让6%，你干脆一开始就说我们都什么都不要，就直接来当我的副手就好了。那明天会公布副手？是这样的登记最后一天是24号嘛，所以是这样的今年的选举实在是充满了惊喜，我看到24号下午5点以前，什么都有可能。TVBS 佩瑜。主席想请问一下，就是那接下来毕竟距离登记日是没几天，那政党协商的部分会采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以及还会再做退让吗？以及说还会再找马前总统来当一个见证的角色吗？如果马前总统要当见证的角色，当然是欢迎的。其实他这一次他也是，你想想看他也是不计回忆出来那个，所以这一点我还是感谢他。
不然哦，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哦，大家都要做那个，做当好人，你知道吗？哦，那愿意出来承担，这个我已经很感谢了。那至于下一次谈，你知道哦，一定是党对党嘛，一组人谈哦。我下一次一定不要一个人跟他们谈，因为我实在太容易说好了，这是我的口头禅，就是被人家当作。就被人家框了。ET 是对嘉祥。不好意思，你不知道想要选主席，或是就是因为目前有剔除掉一些民调，那对主席对被剔除民调的看法是什么？是这样的，如果我倒觉得这样的哦，这都有科学基础嘛。那种网络民调一定不可靠嘛，哦，那特殊会员民调当然也不可靠嘛。然后你都，我当时想说，好，要如果要来做的民调，应该。要有提供 raw data 原始资料，坦白讲哦，你到最后一秒突然丢一次民调出来，那也不晓得谁做的啊。然后，我跟你讲哦，这个也不能这样干。其实我一开始要求说，好，大家把那个原始资料拿出来，以供查核。其实真的要做，应该是要这样，就是说你要采用的民调是要提供原始资料，啊，不然哦，我跟你讲哦。这什么时候不做民调？昨天晚上突然丢出好几个，这实在是……我跟你讲哦，这一看过来，我内心就在想说，哇，什么时候不做民调？那最后一天的下午，我丢几个出来，这实在是痕迹太明显了。其实，之所以这个手机简讯的民调我们不建议采纳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手机简讯，它的这个调查，好，它不符合被动且随机的原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手机简讯的民调，如果你是用会员资料库来去发放的时候，好，这个会员资料库的分布的总共的这个母体是不是符合台湾的母体的分布？好，那如果要采用这样民调，似乎应该把整个的这个资料库里面的样本的结构，好，也一并公布。好，才让大家知道说，哎，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样本，是不是我的这个资料库的这个会员，是不是符合台湾的母体是一致的？好，哎，下一个。远见思豪。主席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现在要做新的民调也来不及了，那这个东西是既有的东西，那我想问一下说要政党协商到底要谈什么，因为现在看起来不是你让就是他让，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内容，你们有没有什么备案，应该也没有什么，懂我意思？怎么我不懂你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些内容已经是既定的内容了，我跟你讲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今天是18号，是19、20、21、22、23，还有5天呢。我跟你讲哦，其实要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什么意思？你知道？我觉得当时那个朱主席，你知道？如果当时就是说，如果是心存正念的哈，就说好，我们还有很足够的时间，我们就真的做一份哦正正当当的民调，双方都派监察设定好题目。就解决了，何必今天搞成这个样子？5天哦，其实要做正确的民调还是可以的，其实还是可以的。今天是宜萱，主席这边两题请教，就是刚才萧旭岑执行长在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说，昨天他致电给那个朱主席的时候，他说朱主席是明确的表达说，在会议当中就是有明确的告诉您说，在正负。在误差范围内是正负3，他说您是知道的。然后现在国民党那边是认为说，您现在的认知是科学而不是统计学。那另外想请教一下，就是总干事，就是现在国民党就认为说，您这边是主战派，而且还呛您说不要再阻碍蓝白合。那您这边怎么回应？今天朱立伦主席要不要出来，就明白的告诉台湾人民，我们希望民众党占6%，他要不要出来讲？他就明明就在讲说，我们需要民众党让6%，他敢吗？那最终您是知道的吗？最终您是知道的，因为他认为说您知道。不是，我跟你讲哦，
他，我也是教授的，虽然他也是教授的，哦，不要太奇怪。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请帮我 Q 一下那个 PowerPoint。好，朱主席很坚持所谓的统计误差，提出了3%或者是正负两倍这样子的说法。那我们就科学跟统计来做说明。我们也希望国民党可能要思考一下他们的这个6%的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科喉跟喉科之间的比较，他们不是互斥的两个选项，两个选项之间彼此是有高度的重叠性。所以呢，在统计学上头有一个叫做变异值，这个是一个公式计算。所以如果照这个变异值去计算的话，事实上大家看到这个误差并不是 2.17， 也不会是 2.98， 它还要乘以一个公式，这个数值，正确的数值其实比我们礼让的3%更低，也就是说不会出现6%这样的数字。所以如果说朱主席要讲科学的话，恐怕还是要先把所谓的统计在里面的变异的情况要把它归纳进去，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在一个比较确实而且公平的基础上来做讨论。那接下来是不是请总干事？我想昨天我们请民调专家去，就是希望用科学的角度，所以没有什么主战派跟主和派，大家就是去讲道理的。我想今天很清楚的就是，如果朱主席认为柯文哲让6%，就请他亲自出来跟社会大众说明。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会让3%。刚刚发言人说，如果各位跟我再说一下哈，柯侯对赖萧，侯柯对赖萧，这两个是不同的题目，他们中间的变异值会比一般的误差范围还要小，也就是说会比这个2点多，它只在1.3几。如果是1.3几乘以2，也才2.7，我们让了3%，比真正的误差范围还要多，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希望能够真的认真诚意的合作，而不是谁喜欢你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在这场蓝白河里面，没有任何个人，即使我有个人的立场，我也是会善尽我总干事的职责。所以我们昨天也会进去，如果我们不谈，我们为什么还要派专家去？去了之后，当然就是就科学论科学，可是最后变成是我们主张的理由，然后他说柯文哲主席个人同意了什么，这个就不是民调专家可以处理的。怎么叫民调专家在现场签任何字呢？好，我们最后两题。我先声明一下，我看这几天的政论节目都在讲什么开会的时候，什么马英九拿一张，不是马英九还是肖，是谁拿一张纸给我看啊？我脸色大变啊！是不是在中国干了什么事被人家纯正？我跟你讲哦，我已经下令我的秘书处，你知道，我们去看这几天的电视，哪一个乱讲就告谁。从现在开始，还有人讲的，那加重诽谤，一定告他加重诽谤，太过分了。对，当天你这样哦。如果只有4个人，你知道吗？好吧，叫萧旭晨5个人，是谁流出来的？我跟你讲，萧旭晨从头到尾没有给我看什么纸张啊，所以是这样的啊，这个社会就是这样造谣，你看，这个是我对台湾媒体最讨厌的地方，就是每天都在制造假新闻那种。从现在开始，谁在讲，加重诽谤，搞到死了。有没有人要问一下我们专家的心情？昨天奋战到今天凌晨2点，他手机被没收，被软禁5个小时，是啊，充分讨论啊，充分讨论。那我这种把人家关在办公室，手机交出来，门关起来，锁起来，那我没有讨论出结果，不准出门的嘛，这好自由。昨天那个邱成元委员有说，就是因为今天蓝白河确定正副手之后，就会公布这个部分区名单。那想问一下，部分区名单是又会拖继续拖吗？还是明天就会公布？继续拖，保留双方政党协商的空间。好，就这样。好，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我们的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